社区的出入口设下检查站，防疫人员穿着防护衣，全面戒备。入冬后，中国大陆东北三省疫情居高不下，长春慈济志工持续为一线防疫人员送爱。在这里为您送上一份暖心包，期待可以缓解一下新冠疫情以来投入在一线的紧张与疲劳，并由衷的道一声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志工逐个小区拜访，送暖心包的同时，也希望他们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。苏州有医院，啊，网友中医专门针对新冠做的这样一个那个中药，完喝之后吧，是要化痰呐、保肺呀、啊，完了那个利咽呐、提高免疫力。提高免疫力啊！所以说这个呢，就是基金会特意为咱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哈。 配置，一线防疫人员的坚守岗位，加上慈济志工的相挺，编织成爱的守护网，网住了病毒的传播，也网住了民众的感恩与信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赵冬梅、潘延卓、张彪，吉林报道。因应疫情关。